十五号下午三点要在行政院这里号召万人集合，走上凯道，让蔡政府看到我们人民要捍卫蔡武阁的决心。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院派出来接21万联署的代表是我们经济能源农业处农业处的参议李真慧女士。要不要退一点，大家？请你站在中间，平行。对，然后我们两边可能都要递东西给你，然后也麻烦你。那我们联署人名单就在 USB 里面哦，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印出来。谢谢，非常非常骄傲。另外，也请你接一下。21万。好，放手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怕他带那个，就麻烦这个就请你带回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